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王一博的经纪团队在近日针对网络上沸沸扬扬的传闻，即王一博将出演备受瞩目的电影《克什米尔公主号》，进行了正式而坚决的对接否认。这一否认不仅直接击碎了粉丝与公众对于王一博可能涉足这一重量级电影项目的期待，更以官方姿态明确了信息的非真实性，有效遏制了谣言的进一步扩散。对接过程中，王一博的团队言辞恳切，态度鲜明，不仅辟谣了王一博主演《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消息，还表达了对粉丝和公众一直以来支持与理解的感激之情。他们强调，在影视项目的选择上，王一博始终秉持着严谨与专业的态度，任何决定都将基于作品的质量、角色的契合度以及团队的深思熟虑，而非外界的猜测与臆断。面对这一波谣言，广大网友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理性与冷静，他们纷纷留言表示非官宣不约，静候佳音。在官方消息未出之前，一切皆是浮云。更有不少网友提及了王一博近期在影视领域的卓越成就，如提名金鸡奖最佳男主角这一殊荣，认为这样的荣誉足以证明王一博的实力与潜力，无需通过不实传闻来博取眼球。此番辟谣不仅是对王一博个人形象的一次有力维护，更是对整个娱乐圈健康生态的一次积极倡导，提醒着每一位关注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保持理性，相信官宣才是对偶像最好的支持与尊重。节目最后，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本频道专注王一博的新闻资讯。